就是是不是有开始有一次开始要一个癌症的同修许愿念十万遍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请问师父这个具有普遍性吗？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许愿呢？师父这个问题。就跟你觉得菩萨离你很远，觉得菩萨没有在你身边，觉得菩萨我要求你啊，好像你这总是不到我的梦里来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说明你这辈子跟菩萨的缘分比较淡。你淡的话你就许愿了十万遍然后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就不停的念念十万遍，手上拿个佛珠啊，108遍，就这么佛珠这么转转一圈就108遍，十万遍嘛，很快的，很快的，以百为单位，你说说看，不快得很的？对，嗯，对不对啊？师傅，他这样念了之后，就增加了他和菩萨之间的缘分了，是这样吗？是这样理解是吗？那当然，那当然，这个就是马上是。啊，这个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鞭炮齐鸣。